他现在成一条狗了。干嘛去了？黑白条，它是长黑条。还是个狮子王的那个洗车。啊，是贝蒂的贝蒂娃娃。脏叫大姨，我叫他大姨，我叫他大姨，你叫你不能亲，是我不能碰的，我现在不能碰的。这是什么小东西呀、啊？我想吃掉你的狗头。狗头，你才臭臭，别下去，摔了摔了，不能危险啊，害怕。哎妈，这小胳膊，哎妈，太小了，也太小，你吃了吧？这是什么小东西？他一脚可以把他踹死，无语。哎，我真的对的，妈妈给他做饭，他没有声音了，知道吧？现在呢，就是一个人非常的粗鲁，还有一个人就是害怕到不敢碰他。